各位观众老爷，大家好，我是铲屎官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种小型犬科动物河。河这种犬科动物虽然知道人很少，但是却是犬科动物中元老级的存在。它比大多数主流犬科动物都要更早出现在地球上，和体型相比较，很多犬科动物来说是比较小的，成年以后体长也不过只有60厘米左右，基本上跟狐狸体型差不了多少。面部特征有些像狐狸，不过相比较狐狸的苗条身材，河身材就要肥胖多了，也至于其身体轮廓看起来倒有几分像浣熊。最悲催的是，河鼠体型比较肥胖以外，它们还有着自然界中最不占优势小短腿。根据相关数据显示，成年后的河腿长也不过只有8-9厘米左右，如果一只河腿长到10厘米以上长度，那绝对算是整个家族中长腿老爸了。因为腿短并且身体肥胖，所以河可能算是整个犬科家族中行动最笨拙成员。为提高自己存活概率，河学会了爬树和游泳能力。如果陆地上无法获取足够食物的话，河可以爬到树上掏鸟窝，或者是下到水里面捕捉鱼类、虾蟹、青蛙等。如果这件事情任何动物也捕捉不到的话，河也会吃素，上帝就这么公平，竟然没有给河强大猎食能力，便给了他们强大的消化能力和对各种食物适应能力。观众老爷们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关注我们，每天获取更多精彩资讯。